感谢乡亲伫广告了，搁到咱新闻现场。在咱关市合并新街了，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合并所在内包括着统筹分配细看，行政中心的地点、边缘化的问题等，一直予地方真惊吓嘛，真欢乐。最近地方传出了提案，要来撤销着合并的声音，引起着真大的回响。而议会真侪议员嘛赞成撤销合并，而副会首长对着撤销合并的态度又搁是如何呢？这场关市合并的大戏，演戏的人要煞，看戏的人唔煞，后续如何做演变？中央对着财政收支、维护法的修正方向将是重点。透过着新闻专题，咱做伙来了解。同意一票，同意一票，同意一票，同意一票。出席议员投票人数40人，同意29人，不同意10票，无效票1票。因此呢，本会宣布，我们升格直辖市台南县议会多数通过。去年五月份，台南县议会伫议员无记名投票之下，通过着向中央争取合并新界案的提案。6月29号，内政部确认台南县市合并新界，县长广场欢喜放炮庆祝台南县市合并新界来过关。不过，随着县市合并新界来确定了，原本应该欢喜的心情，却因为统筹分配细看无有期增加，代表会走入历史。行政中心到底伫倒位，等等后续问题而来消失去。台南县民惊合并了后，被边缘化的恐慌无停过。台南县市长对着合并新界了后，财政无有期增加，伊嘛开始有了不安的情绪。关于会议员嘛，察觉到按照中央分配比例，台南县市合并了后，统筹分配细看，佮比袂过一个连江县来了较济，因此有了退分即款的想法。县市合并了，财源分配无有期来了较好，伊赢得民主，但是煞输了银两。地方济济记录是一一来出现，撤销合并的声音嘛无中断过。最近多位议员甲副县长甘顺泽等人提议要来撤销县市合并案，有袂少县民写批到县长信箱支持撤销着合并。面对外界有即款反应，副县长甘顺泽提议撤销县市合并的代志，无得到县长支持，疫情嘛紧急出面来。古行记者会表示，这是纯属个人意见。我首先声明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啦，不是县政府的意见，也不是县长的意见。如果合并升格没有为我们带来整个未来财政的远景的时候，那么咱是不是把撤案，会当让咱台南县的财政得到改善的？甘副县长表示说，他是希望可以借由提议撤销合并，可以让中央重视新版的财政收支维分法无公平的问题。撤销合并的第一笔火点倒了，引起到很多共鸣。关议会定期会当中，也有很多议员表态支持撤销合并。咱来可以借着大家来讨论这个有要撤销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来让中央来给咱重视到未来的这个财政划分吼，一个公平合理，我认为吼，这个足大意义啊啦。我感觉讲，既然合并了，咱台湾县不是去用合并，是去用吞并啦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咱这个反边缘化甲反吞并，这个声要有出来啦。咱台湾县失了面子，又失了理智。你决定你根本爱有担当，你今仔一定爱面对这180万人啊！你不是做完了，你输去，你就完全的耗尽。两边合分发现讲无厘头的时阵，你站在这要讲反悔，我感觉是对不起咱台南县的百万县民，包括咱议会。所以不惜口头动议，请县府有进场机制，到底有退场机制无？我是天天管教，建议做一个民调。可是财政真正是不足147个经济啊，要合并比来台南县是唔好的。我建议县长做一个民调，可以的话，咱来再来提出看卖下来吼。
无议员来讲，管区合并输了面子，也输了里子。不过，毛议员理性讨论管区合并退场机制可行的办法。既然咱无愿意县市合并，给我们的钱是不如我们一起，我们不满意的。那请问县政府，你们去做过一次争取了吗？你有去做过电梯来争取算了吗？中央不一定不能谈嘛，不一定讲连共情嘛。恁这个评书还是去做，经过一次、两次的这个争取去说明，中央然后做改变，有下咱的，我们就没有所谓说什么退场机制了。啊，已经到这，已经嘛上位了吼。啊，应该是你有哪爱来甲咱当初咱办的会，赞成你做肯定。啊，大家拢感觉有受骗的这款感觉，你应该来甲咱议会做一下。以后有议员表示，县市真无简单合并，现在要提案撤销，真正有够热炒。现阶段应该思考如何捍卫县市合并了的大台南市的权益。避免这个囡仔头路，对不对？一个县市政府竟然变这个工作，竟然要去退场。来到这，我所以讲，哦，本身的建议啊，吼。就是讲，大家咧全力，哦，咱议会、咱管府全力来捍卫咱台南县所有的权益。针对县市合并新计案传出乡镇人数来提案要撤销，县议会议长郭建宝表示，提案撤销不是无可能，但是要有充分理由，嘛一定要对民众有实质的帮助，袂当讲要提就提。郭议长是强调，要先向中央争取到财委法的修正，如果真正无办法，卡来考虑到提案。而县市政府无提案，议会无立场来提案，一切等甲中央到底是要给偌济权力，卡来做点决定。阮议会互恁通过，阮也输啦；无互恁通过，阮也输啦。结论就是阮输到天底啦。互百姓骂甲，互代表会骂甲啦。即次要去提出退场嘛吼，这不可以儿戏啦。我是建议，如果内政部说可以有退场机制，我希望来办一个全民公投。咱的头家的主张会当要退场啊，咱再来提。面对基层在集体消合并的声音，县长苏焕智伫县议会定期会当中明确坚决表示，伫任内绝对袂提出着合并的撤销案。台南县政府是绝对无可能提出撤销合并审核案。那么台南县就伫我任内啦，无可能安尼啊，当然我若无做来，也许别人有无同我来考虑，但我任内。我是不可能提出这个所谓撤销合并审核案。台南县市合并新计引发到地方的不安，如今县市合并演戏的要煞，看戏的唔煞。县政府就财政收支划分法向中央来建议争取，而中央回应的态度嘛，将是合并撤销后续发展的重点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